现在我们在 Freshwater Bay， 它这里有两三个停车场吧。如果是在下面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去到它的 bay。然后我们其实是停了比较上来，所以就在它的 cliff 那里。我觉得这里看过去风景挺漂亮的。呢、这個 Mortiston Estate 咧係2500年前已經存在咗噶啦，所以而家我哋嚟呢度 picnic 下食下 lunch 先。都襯我，matching color。千年歷史了，我很喜歡它旁邊這些花，粉紅白，粉紅白很漂亮的。这里真的是很好看，可能是其中一个我们看到最漂亮的。可能季节也对吧，现在夏天，所以你看各式各样的花，还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颜色。我觉得应该不管怎么拍都漂亮吧，我们试一试。苹果树开始结果了。这里还可以看到海，它这里的范围还挺大的。它比较集中的呢，花啊，然后 herbs 啊，它全部都是种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所以这里会比较漂亮。然后如果你要走进它的那些树林啊，后面还有一整片。呢度系 Mortiston 嘅 Double Herbaceous Border， 佢每个花系 mirror 嘅，所以好靓。
你的衣服跟这个花园还挺衬的，也是花的 theme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也坐了有将近两个小时了吧。简单的吃了一个午餐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另外一边去看看，然后，就回酒店。Fennel， 我家里也种了一棵，吸引了好多的蜗牛，现在变成一个蜗牛的家了。这里是它的 Rose Garden， 它的玫瑰园，一走进来呢就非常的香，就是玫瑰的芬芳。我早上其实吃了那个黑 fever 的药，但是因为这里的花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停的在打喷嚏。我看到好多人回头，好漂亮，它这里的玫瑰。这里非常的清静，除了鸟叫声，然后你还会听到风的声音，除此之外呢，最大声的就是蜜蜂，蜜蜂在嗡嗡作响。它这里主要的几个景点哈，这里是它的入口处，然后这里是它的 Tea Garden， 可以在这里买一些小吃，有冰淇淋，现在天气热特别受欢迎。然后它主要的 Garden 呢都在这里，好像 Rose Garden 和 Herbaceous 都是在那里。然后它的豪宅就是在这里，然后我的后边呢就是lower ground， 就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在山道，我们的 hotel 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它是最靠近的海滩。它水温还是有点低，还是有点冷，但是因为太阳挺大的，所以还可以了。
今天我们的行程安排的有点满，本来的计划呢是来Sandown 这里 paddleboarding， 但是来的时候有些就已经关门了，有些就说剩下的时间也不多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没有玩了一下水，然后坐在这里看海也是挺舒服的。我后面这个呢 Sandown 海滩啊，有 2 miles 咁长嘅，从个 pier 呢 all the way to 个 cliff， 仲有呢去附近呢度呢亦都一个 Sandown 嘅动物园嘅，入面有狮子老虎啦。咁25年前呢佢哋会带啲动物出嚟呢个沙滩呢度行行啦，同埋呢运动嘅。咁呢就居民就有少担心啦，最尾政府就 ban 咗佢哋咁做啦，所以你再冇见到任何狮子老虎喺度喺沙滩嗰度行啦。英国的沙滩呢大多是 pebbles， 就是石头，但是这个 Sandown 太不错，它的沙还挺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回走了，因为今天的计划是 paddleboarding 嘛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呢电话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没有带，除了这个 GoPro， 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可以找到哪一家餐厅，可能要试一下运气咯。我们又回到了海边，因为我们决定吃 fish and chips， 然后就对着海。